由菲斯坐了十几个钟头车，终于到达梅如卡，即是撒哈拉沙漠的入口。转搭了四驱车进入沙漠之后，初段其实都还会见到一些一层高的矮房和在当地生活的人，但是之后就会是一望无际，全部都是沙丘了。就是撒哈拉沙漠的住的一个营地，它全部都是一些白色的帐篷，里面已经有厕所和浴室，除了周围都是沙之外，设施和一般酒店的差别其实不大。当晚正值农历十五，个月亮又大又圆，可惜月明就升起，我们就没缘看银河了，只好在营地的中央就点了一个火堆，一起在这里唱歌啊 jam cheers， 其实都挺开心的。第一凌晨好早，我哋就出车睇沙漠日出。由于喺啲沙丘度行车啊，成个车程其实非常之顿噶，好似坐过山车咁。凌晨嘅沙漠咧又冻又大风，于是四驱车司机就教我用佢哋独特嘅方法嚟包住个头。Thank you， 佢系特登帮我包咗呢个撒哈拉沙漠嘅特登包头嘅方法啦。然后佢只系喺个结尾嗰度，喺条绳尾度倾翻住捞，或者转转咗圈，咁去做，好简单啦。睇下等人得唔得？而家我哋期待嘅一天。睇住太阳由沙漠嘅边缘升起，睇住啲风一直喺度吹啲流沙，静静咁样欣赏，其实真系好靓。在撒哈拉沙漠入面，沙漠和小王子我通通都没有遇到，但是我遇到他骆驼先生，其实都挺靓仔啊，是不是？沙漠之旅我就只是去了两日一夜，觉得有少少意犹未尽，如果未来有机会，我很希望可以再去多次，今次要是三日两夜的，还要看沙漠银河，希望有机会。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 like and share， 我会继续努力的。